you know, civilizations aren't static things, they're constantly being reworked. It will go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Much more difficult. Much more difficult. And definitely, you cannot reform without speed, without a certain wish to prove to people that, yes, everybody is taking part in the reform. Regardless of the pressures that come from outside, in that, I would say, it's been quite remarkable. And it's not just a bunch of technical facts and figures. It is what should define what does China want to be, what do Chinese people want to be. China will develop a much more influential cultural footprint in the world. And coming out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f a country is kind and correct, it also becomes good soft power going ou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kind and good country.每年春耕开始前，为了得到丰收的祝福，韦光彩都要到青土湖边祭祀先祖，这是不变的传统。然而环境却发生了改变，昔日一望无际的湖泊早已变成了沙漠。在所有后世子孙中，也许只有魏光才能够找到先祖的墓地，因为墓地已经全部被沙丘所覆盖，而且随着风沙的不断推进，沙丘还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沙化土地172.12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以上，有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严重影响。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中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沙尘暴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我们这个村庄800多年了，我们的祖先原来就住在这个青土湖边上，就是靠这个打鱼为生的。到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青土湖的水也干了，他们都陆陆续续的就都搬走了。这呢，就我们这个村子呢，就剩下这个我一户人家了。沙进人退，在短短20年间，民勤县就有将近300个村庄被废弃，20000多人被迫搬离家园。不叫种成回乡，种成回乡不生苦心。种自挂去改沟去苦得很，我们改不动了呢，种成回乡去吧。4年前，魏光才送走了最后一个邻居后，成为了这个古老村庄最后的守护者。魏光才和妻子呵护着村里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耕地，但粮食作物已经无法在这里生长。干旱贫瘠的土地，每年只能在春耕开始的那天得到一次相对充足的供水。哎，不能吃了。大约每隔一个月的时间，东荣村的村委会主任都会来拜访一次魏光才。虽然没有指望固执的魏光才改变主意，但村委会主任每次还是会把搬迁的好处重复一遍。有政策补贴，有新房子，有肥沃的农田，
还有熟悉的老邻居，但是魏光才拒绝了一次又一次。我哪年不吃，我就凑合着过算了。先吃才行。十年前，魏光才曾是一名小学老师，他在自己的村庄已经教了20多年的书，但村民的搬离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学生，课堂成为他无法抹去的记忆。这个窗户呢，原来这个坏了之后，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修的，现在玻璃都碎掉了，只能这个窗户用豆豉叫起来。就是我以前就是跟娃娃们讲的，就是有人才能挡风挡住风噻，没有人就挡不住风噻。首先我们当老师，跟娃娃们讲下的这个话，首先我们这个老师一定要做到。所以呢，我就这个下决心在这呢，接受自己的驾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南疆盆地北部和东部、青海中北部局地、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西部、河北西北部频繁出现大范围的扬沙或沙尘暴天气。携带沙粒的强劲气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刮走沃土，沙埋农田，毁坏交通电力，污染大气，波及西北、华北乃至华中、华东地区，造成高昂的经济损失，甚至直接威胁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据统计，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中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至今已经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重。每年春天，沙尘暴会强烈地侵袭北京和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Came to China to live here about a year ago, but before that, in February 2006, I had been here for a couple of days. It was very cold, it was very gray, everything, no green. So the first impression was actually not so good. 目前，中国面临着水体生态平衡严重失调，自然灾害日趋频繁，河流断流日益加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自然环境方面的严峻形势。作为世界21个贫水国之一的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缺水的就有300多座，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至少有50亿吨沃土付之东流。自然环境的破坏还仅仅只是表象，背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人的生产生活活动，而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尤为严重。全世界3大酸雨区其中之一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而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资源的30%。中国既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又是二氧化硫排放大国，大气污染已使中国600多座城市的大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到1%。So I suppose there's good and bad things about so much development. Obviously, the good things are the people are wealthier now. The lifestyle is sometimes really like a developed country. The bad thing, I suppose, is.The huge cost on the environment. 黄河上游，甘肃兰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批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和物流中心之一，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机械电子等重工业为核心发展驱动。由于兰州地处黄河谷地，四面环山，污染物难以扩散，使得兰州空气质量持续下降。最严重的时候，兰州市全年只有100多天空气质量达标，每立方米空气中 PM2.5 达到1000多微克。曾经美丽的兰州已经无奈地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If you look back to the history of city development,
It took China only 22 years to increase the urbanization ratio from 20% to 40%. While United Kingdom, it took them almost 120 years to increase the 20% to 40%. And even Japan has taken them 28 years. So 22 years for China to increase its urbanization ratio i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But as a result, this is also has brought a lot of problems to China. 长江下游浙江台州，这里依山傍海，矿产稀少，当地也没有一家冶炼企业。然而这里每年却能出产200余万吨的有色金属。这么大的产能源于庞大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和再利用产业。台州因此被称为长三角城市矿山。上世纪70年代末，台州便有人开始从事电子废弃物拆解的工作。英有生，浙江台州有名的破烂王，最早一批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之一。90年代呢，我们刚开始说处理了这个东西呢，也是哪里把它烧掉，晚上的时候窗门一打开，就是觉得这个空气啊都有点呛。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拆解和再利用产业兴起于二战后的日本，但上世纪70年代这个产业带来的严重污染，使得日本在经济结构调整后将这个行业转移到了韩国和新加坡。到了80-90年代，它又被转移到了中国，紧靠海边的台州首当其冲。90年代初，曾经发生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借鉴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先进危险废物处理技术，对危险的电子废物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并回收利用。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国际公约进行危险废物出口处理的举措也在同步进行。当洋垃圾的国际危害愈演愈烈时，中国政府有效打击电子废物的非法运输和整治工作，不仅为应有生保住了饭碗，也为台州市和下一代保住了青山绿水。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化工业成为中国经济起飞时期不得不依靠的力量。我们当下正面临着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中都曾经历的环境污染问题。If you read stories from those years written by British historians or even novels, even if you read Charles Dickens' novels, it is shock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roduced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So China could not have avoided that kind of phenomenon.这幅油画真实地记录了英国工业革命给伦敦带来的生态灾难。雾都这个称呼的背后，不是欧罗巴的浪漫，而是令人窒息的污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我们全都奔向天堂，我们全都奔向相反的方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为我们揭开了工业文明最初呈现给世人的残酷面貌和伴随始终挥之不去的纠结矛盾。We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ought a lot of progress, a lot of new products, a lot of improvement on standard and transportation and living, but also industry created a lot of pollution. And i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Generated so much pollution that they are now spending a lot of resources to clean the environment. We have learned a lesson, and we do not have to go the same way. Countries which are developing do not have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据媒体报道，2014年3月4号起，法国全境近1/3的省市受到雾霾的影响，在巴黎还出现了埃菲尔铁塔等建筑物在雾霾中几乎消失的情况。其污染指数远远超出了欧盟对成员国规定的标准。2012、2013连续2年，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并因此受到欧盟的警告。
Yeah, but you know, first of all, you know, every modern economy went through this. I can tell you, if you went back into the 1970s and you went to Los Angeles and you took a photograph, you would see the same haze and smog that you see here in Beijing. So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grew, it created the same environmental difficulties. So it is, to a certain extent, an issue also of looking at the future. Do we want to arrive to 2050 with a completely destroyed environment by saving some money today?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自1972年6月，全世界113个国家政府代表齐聚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发展同保护和改善环境协调一致这一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战略。而中国身为这个世界上体量最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跨过追赶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路程之后，该如何摆脱对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路径的依赖？当社会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摆在面前的时候，中国政府真正下定决心，开始了环境治理的探索之路。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排放污染物许可政治、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八项环境管理制度。同时，以1989年和1985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为开展环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础。2015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总体方案》，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随后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引领。2013年，兰州让全国记住了一个数字29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99天。兰州市出台了环境立法、工业减排、燃烧减量、尾气达标、扬尘管控、林业生态、清新空气和能力提升等八大治污工程，先后实施了燃煤锅炉改造、关闭落后产能企业、淘汰黄飙车、生态增绿工程等916个重点治污项目。经过两年多的持续整治，不仅摘掉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之一的帽子，还创造了大气治理的兰州经验，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治理典范。在2015年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兰州荣获今日变革进步奖。I don't think that moving industries away from the city is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is actually to use clean energy. The problem is tha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change the source of energies. 以2005年为例，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2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的比重高达68.7%，由此而导致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然而，目前中国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只占世界的2.4%，天然气占1.2%，煤炭却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4%左右。富煤、少气、缺油的天然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并且短时期内很难有较大突破。尽管如此，为了解决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依然大刀阔斧地执行着防止污染、保护环境的工程决策。截止到目前为止，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指导下，
全国已有超过4000家小煤矿、数百家中小型火力发电厂被关闭，上万家重污染企业或关闭或环保搬迁。I would use one of the phrases of the first speak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here, when he said we have a big economy or big kind of big countries, but we want to have to develop a strong economy. Strong meaning also based on a lot of innovation, a lot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being in many areas becoming a world leader. And that does not go without attacking or 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sustainability. 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三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三十年。然而，由于环保科技水平和理念上的限制，中国上世纪的环保对策措施只能停留在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被动治理阶段。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效，但是退耕还林、治污减排、关迁工厂等等一系列措施背后付出的则是巨大的经济代价。Climate change now, compared to Europe or United States,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re was really very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ose things. And then when knowledge started to come along in the 1970s or 60s, they had time to adapt over decades, where China is really being forced now to look at these issues within a few years and having a lot of pressure put on it. So if one industry has been built on hydrocarb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at transition from hydrocarbon to another source of energy requires heavy investment, requires also a new mechanical design. So all of these things cannot happen in a very short time. Although, you know, in China, everything happens much quicker than everywhere else. 清晨，东荣村的那一缕炊烟照常升起。魏光才和老伴依旧坚持着固有的生活。魏光才一直相信搬走的村民终究会回来，他从来没有擅自动过别人房内的财物。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房屋倒塌，所以他在不停地加固着村里所有没倒的房子，加固着他快要倒塌的信念和东荣村最后的一线生机。现在这个我的儿子们也希望叫我搬到别的地方去，村长也希望我们搬走啊。老婆子也每天都过到对我也有很多的意见，也想说的搬到人多的地方去。我现在也自己思想上也混乱，不知道该不该搬走。一辆老旧的摩托车载着魏光才驶离了东荣村，这是村委会主任能想出的最后的办法。他要带魏光才去一个地方，让魏光才明白怎么才是人在的地方才能挡住风沙。草根在，人家栽下子就已经活好了，再说的话没成年还想当大，谁没办法，谁反正就是个公路上放钢笼刺上去，日问问一个说是一缸冷水浇三锅是水。村委会主任带魏光才来到了一片特殊的沙漠，黄沙在这片广阔的区域被麦草拼成的十字格分割，密密麻麻的十字格一直向沙漠深处延伸，像一张编织的大网向沙漠推进。这是民勤县为了保住家园，调动全县30万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沙漠上面编织成的固定风沙的大网。把他带到那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看一下，让他搬走的不是说是让他的那批家园荒废，也给他说明一个问题，在没有人的地方，我们年轻人民仍然会种那沙漠的，还在种那稻子跟菊花呢。也给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不能让他光顾着自己的家，狭隘的说他的家就是家，应该让他比得说整个明清之州
甚至整个地球是一个更大的家园。治理土地荒漠化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是土地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大规模的治理，并创造了麦草方格固沙的特殊办法。如今这样的固沙方法在民勤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和提升，民勤人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阻挡风沙，他们开始向沙漠挺进，在网格中种植洪流，希望能够夺回被沙漠吞噬的绿洲。魏光才这回听村委会主任的劝说，决定搬离家园，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离开民勤，而是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加入了植树固沙维护红柳林的队伍。目前中国荒漠化防治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00多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得益于中国西北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防风固沙工程强有力的执行，近十年来，首都北京的居民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春天像过去那样满天黄土的强沙尘天气逐渐减少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蓝天白云，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印象深刻。然而，渐聚的沙尘并没有就此还给北京一个彻底的清新空气。2014年10月，已经褪去了暑气的北京，并没有迎来期盼中的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美丽景象。相反，却随着天气转冷，开始出现人们最担忧的雾霾天。10月11号起，北京全城陷入重污染，全市35个监测站中，30个达到5级重度污染以上的级别，其中24个监测站报告6级严重污染。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京更是数度拉响了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北京这个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似乎变成了当年的伦敦，而这个城市里的2000多万人口，全都变成了迷失北京的故都孤儿。深夜，在北京市的银河 SOHO 的建筑内，一群艺术家正在为拒绝雾霾全民行动主题的海报展做最后的搭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宣传和带动全国乃至世界的人们自发地抗击雾霾，保护环境。这次他们面向世界共征集了300多幅关于雾霾主题的海报。2014年，中国时事报栏目对北京空气污染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该数据来自北京2008年安装的一个空气监测仪，结果不容乐观。根据2008年4月至2014年3月收集的2028天的数据，只有25天的空气质量在美国标准下可被视为良好，约311天属于非常不健康，约94天属于有毒害。通过我们在做的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活动呢，其实让人们意识到，既然空气是大家共有的，那责任也是大家共有的。不是所有人可能都一定有能力去参与治理，但事实上如果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一定的改变，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改善环境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因。如果说当年的沙尘暴还只是部分北方地区春季短期恶劣天气现象，那么波及全国25个省份、上百个大中型城市、覆盖将近一半国土面积的污染等级较高、持续时间较长的雾霾，则几乎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空气净化器成为日常家用电器， PM2.5 指数成为每天天气预报常规报道项目，高防尘效果的口罩也成为了出行必备用品。面对雾霾的来势汹汹，各地纷纷拉响应急响应，包括高速公路、
机场停摆、工地停工、学校停课、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措施纷纷推出。京哈、京津、京沪、京港澳等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上海、江苏、河南、山东等多地也都采取了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或全部封路，机场客运航班因此延误或取消，而在上海等城市已经实施了学校停课。这是一场针对全民的无差别的公平的袭击，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项措施可以彻底解决。在中国，还从来没有哪种污染像雾霾这样，让这么多人都同时感受到环境威胁。如果说弥漫全国的雾霾还有唯一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这样的切身之痛催生了全民环保意识真正觉醒。我们共同敲碎雾霾，三二一。It will go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much more difficult, much more difficult. But this does have some advantages. If I'm right, it means that the pollution-intensiv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development will diminish, because most of the growth will not occur in polluting industry. And of course, it will have to be made much less polluting. 中国需要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能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哪儿污染哪儿治理的老路子。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在历次全国党代会的报告中，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这是美丽中国首次作为执政理念提出。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2012年11月15号，新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首次集体公开亮相，与中外记者见面。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他在短短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就是期盼有更优美的环境。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was very much sustainable, and a lot of resources which you find in nature were used but returned back to nature, and they were recycled, and Chinese culture had a lot of technology which we are now trying to learn. 这里是北京奥体中心公交车充电站。奥运会期间，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锂电池充电站为50辆奥运电动客车提供充电服务。这座占地5000平方米的充电站目前已经变身为84路和81路的50辆纯电动公交车的充电站。作为北京奥运会的遗产，它们安全稳定的运营，对于构建未来绿色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意义重大。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北京拥堵的交通状况只是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侧影。200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13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庞大的汽车数量带来的交通、环境、能源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思路。北京奥运纯电动车的持续稳定运行，为此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案例。上海，中国最著名的国际化都市，密集的楼群、高耸的摩天建筑构成了现代上海的基本形象。2014年，上海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9589人。杨建荣是上海建科院年轻一代的绿色建筑设计师，
由于环境污染，城市空气质量低下，他希望设计出更好的绿色建筑，让更多的城市居民享受更加绿色的生活环境。2008年，建科院决定设计一栋绿色建筑，上海科委投入了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建科院的绿色建筑项目，杨建荣被任命为项目主管。Hello。 为了达到设计要求，在设计过程中，杨建荣引进了数字实验技术，把概念和设想通过计算机演算来模拟实现的可能性。它可以对你不同的设计方案进行比选，我们可以次中选优，或者优中选更优。那建筑这个领域，人们认为是比较粗放的这样的一种工业里边，那么现在用这个数字的这个技术加入进来，它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多得到应用。在高科技手段的支持下，杨建荣团队越过了很多设计难关。2009年，建科院的这栋绿色办公楼落成，并投入使用。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之下，各种绿色建筑纷纷出现在黄浦江两岸。今天，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各种难题持续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但关于绿色的思考和践行已经步入了一个令人欣喜和期待的新时代。And definitely, you cannot reform without speed, without a certain wish to prove to people that, yes, everybody is taking part in the reform. Not only us, the citizen, but also those in charge. So that will be my, not first request, I have no request, but my first wish. 美丽中国，这是一个有温度的词汇。多少年来，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容纳到对我们家园的呵护，对这个美丽星球的呵护之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社会组织都行动起来，那么美丽中国也即将会成为我们的明天。上海西南角的阳明国际花苑住宅小区里，22块太阳能发电板正在一处11层住宅楼的楼顶上吸纳阳光。它们略微倾斜，保持于水平线25度夹角，这是上海地区全年平均接受阳光最充裕的角度。它的主人是赵春江，一名普通的上海市民，他把自己的家作为试验场，探索家庭屋顶太阳能发电是否能成为化石能源匮乏但是能源需求巨大的上海乃至华东地区新能源发展的新途径。这是一个室外的阳台改造成了一个太阳房。为了力求实验的精确，他每天记录天气情况，查看当天的发电数据。到今天是1403天，总发电量11800度，啊，平均每年1000瓦可以在上海发电1050度电左右。我3000瓦大概是在3100到3150度，供一个3口之家是足够用了。这些数据不仅显示了上海是可以发展家庭屋顶太阳能发电计划的，还为以后政府推广太阳能屋顶计划以及做出太阳能电价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中国梦不是一组简单的数据，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也不只是一句口号。当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把环保低碳的具体行为逐渐容纳成自觉自然的生活方式，把参与保护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公益活动逐渐变成工作生活之外的兴趣爱好，那么环保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社会文明的一部分。And it's not just a bunch of technical facts and figures. It is what should define
what does China want to be? What do Chinese people want to be?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as proud of who they are as anybody else, and I think they are. But to be proud, you have to have a dream,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something that you're trying to achieve. Every day, the Wang女士回到家的王女士在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都会记着如何降低能耗。温度到了27度、28度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这个温度呢，房子保持得很长时间，这样的话自然就省电了呀，节省能源呀。这是菜心儿，就是也可以在家里当那个花吧。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石嫣，希望更多的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有机绿色环保的蔬菜，于是他创建了自己的生态菜园子。民以食为天，这个我觉得健康的食物应该是人最根本的需求，所以这个最根本的需求它肯定会越来越有更多的人需要这个东西。绍兴的美再也离不开这里生活的人们，船夫阿根师傅就义务地成为了河道清洁人员，家园的美好是他最大的谈资和骄傲。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工业发达起来了，工业发达起来了嘛，这个水稻雨人呢稍微比较有点重了，比起另外地方呢还是可以的。这个熟练指挥现场的小伙子同样将青春奉献给了理想，毕业后他把城市垃圾处理的工作当做了自己的使命。因为我们是做环境的嘛，就主要是他对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要降到最低，就比如说你垃圾填埋完毕之后必须要覆盖之后必须要密封，然后防止它气体从任意一个方向逃窜出去，污染这个大气，污染周围的居民。这有多少个？这个一共多少？没数过。没数。远在可可西里的杨鑫正在回收当地藏民收集的垃圾。为了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如今他又把目光投在了长江源的冰川上。当我们失去了冰川，那么兴许的话高山就失去了它的血液，那么兴许这个生态环境的话就会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那么生活在冰川底下的人兴许也会成为生态的难民。我们通过了5年的冰川考察以后的话得出了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在长江源头建立了我们中国民间的第二个自然保护站，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就是要保护当地的水生态环境。敬畏自然的思想深植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对于生活生存所依赖的环境，中国人常常把它比作家园。因为生态环境在中国人看来不是外在的时空，而是内在的感悟，人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离开了这个家园，生活就谈不上美丽和幸福。当中国凝聚了每一个人的力量，带着每一份中国人的梦想，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台前，他用自己的声音告诉这个世界，呵护这个蓝色的星球，呵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与担当。美丽中国将会是我们带给世界的下一个奇迹。